为期五天的梧桐代表大会，每天都有好几千人在这里进进出出，所以到处呢都是人潮，那人潮就是商机，因此呢这里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摊位满足你的衣食住行。那记者现在要为你介绍的呢就是和他们的口福有关。Merdeka 外头这里呢，有超过20辆的流动餐车为大家送上各种美食。有的摊主说，他们的美食在2-3个小时内就全部送完了，可见人潮是多么的多，反应是多么的热烈。你不相信的话，看看我身后的那些人龙就知道了。Thank you so much.如果你以为这些食物都是要给钱的话，那你就错了，因为东姑阿南告诉你，这些食物都是免费的。But you ma，makcik puas hati lah, makanan di sini banyak, makcik pun tak payah beli, banyak pilihan.Kak Putra ni, Mak Putra ni bermacam-macam makanan. Kak lori-lori yang dibawa ada nasi, ada cendol yang sedapnya, ada apa lagi tu? Apa? Ais kacang. Lagi air pun dia bagi free.是从昨天开始营业，然后会营业到明天为止，所以我说啊，出席梧桐大会的人真的是有口福了。以上是 NTV7 洪美玲为你带来的采访报道。